我是合江人，我热爱合江。说到合江，四川西南边边头，挨了重庆、合贵州，但它属于四川。来到合江，你就一定会喜欢。乡坝头有南若，如果你想车，你要走笔架山。那点风景很好，你要走远的，还有富宝。坐一哈哈车，你就弄得到。合江两条河，大的是长江，小的是涉水。河边边的姑娘长得都很美，河头的鱼很好，啥子鱼都买得到，只要你钱多，随便整一锅。合江很有意思，最出名的是荔枝。合江美得好大，只从八个的菜吧，虽然不大点儿，买得起房子的都是西大门儿。以前九沟十八巷，现在少了一大半，老房子美得好多了，全部都要早换。原来有三个转盘开车畅通无阻，现在换成红绿灯了，随时都在堵。合江城都很好，你把它乡巴的一住，挖的稀巴烂的全部都是路，进去有灰，进去有雾，碰到了一天你就没法走路。我是合江人，我热爱合江。合江在哪儿？四川西南边边头，挨了重庆、合贵州，但它属于四川。来到合江你就一定会喜欢。经常有人拍火马坑儿那边边，乌烟瘴气的全是烧烤店的烟烟，每回都是老板小心点在数签签。路上还有坑坑，你开车不要开奔奔，要说海里包包头，你还是要有嫩嫩。你不想车主想着婚礼包包就要生，各种整法随便车，你烧出烧烤撑。我是合江人，我热爱合江。说到合江，四川西南边边头，挨了重庆、合贵州，但它属于四川。来了合江就一定会喜欢。合江人很帅，早上不用吃别的，豆花加饭才是我们的最爱。豆花吃不完的拿来留到煮酸菜。合江人爱吃豆花，但来合江的不要吃荤豆花，煮没得几多，全是豌豆点儿。冬天冷的泥棍板要冷起冻板，夏天热的泥棍板要加个嘻哈哈。说到旅馆才真的很便宜，睡一晚上几十块钱，只要你不嫌弃。合江只有串串香，没得鱼鳞和原节，照不照顾生意那是你的权利。公交车来得慢，你不想挤挤，人拉的是司机，等的就是你。还差两个，还差一个，我们的速度比公交车快几倍。太水桥的馆子不少，吃完你还可以去吃烧烤。合江人很拽，吃烧烤要到滨江路上烤鱼摆摆。说到烤鱼，其实并不稀奇，兄弟姐妹约一车都很便宜，吃得安逸，花的钱又不多。吃完你还可以到 KTV 唱歌，唱完歌你不要往那卡卡头摸，因为那些卡卡哥哥的干事大很多。路你不要慌嘛，总会修好的。反正你不要怕嘛，总会逮到的。合江环境在改，路还是歪，如果你想发展就朝那点拐。我是合江人，我热爱合江。说到合江，四川西南边边头，挨到重庆、合贵州，但它属于四川。来到合江你就一定会喜欢。我是你的老朋友赵驰。